最小的，他是弟弟，他就是个弟弟啊！记得啊，大一世纪妹妹，来给每位警长祝福他们哦，收视长虹哦！啊，还有我们的 fan 啊，刚才有去机场的 fan 啊，哇，我们阿基拉想弄两只手跟大家击掌了，哇、哦，是鬼呢？好，来，陆陆续续都请上来哦。这次我们演员们呢，在我们的麻辣教师 GTO 台湾片呢，他们有很多场景是台湾我们很熟悉的哦。耶、yeah, ，你可以准备一句话，想跟阿基拉说，想跟我们的卓文萱说，想跟呢我们演当中的演员啊，李婉啊，小梅啊，还有我们许先生说的，你们可以准备一句话跟他们说。不能签名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就是机长哦。啊，哇，这位姐姐，姐姐也喜欢阿基拉哦。姐姐，姐姐，每一个都要给你拜一下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你要帮我们那个放送姐姐那一块的收视率哦。好，耶，哦，好大力哦。我发现今天好多来自日本的朋友，所以我们可以由此可见，我们阿基拉魅力真的很厉害哦。当然，我们台湾的朋友呢，也要多多支持一下。好，来一个接一个哦，就击掌大会，这是我们第一场麻辣教师 GTO 台湾片，所有的演员跟大家见面啊。我们的阿基拉长今天才来到台湾哦，而且阿基拉长接下来很多很多的行程，我们明天呢在八电视台有记者会，然后呢在后天呢我们会到学校里面跟同学们一起。我们这一次除了在我们八大综合台3月22号开始晚上的10:40播之外呢，我们在 MOD 的 My Drama， MOD 应该很多人家里都有哦。